机会非常难得，所以没有犹豫。就是跟以往不一样，首先高，身高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不想出，而且因为是现在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这样的游戏，所以想想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伙伴，能够表演在一起这样这种精髓的一些结果，所以我不一样。对，对演员来说，我觉得是很难。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驯服他，然后跟着我去取经，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过程。对，是这样。两位有和家里怎么去对付的？给你些 tips， 识你几招，点样对付呢啲徒弟仔？好似都冇用。因为那个古时的房间的几个也很麻烦，但那个倒是觉得有意思。但是说，但除了故事之外，两位导演当然会给我很多表演上面的东西，非常多。所以也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会跟我不一样，不会是单